随着 5G 网络、AI 人工智慧及各式的产业改革风潮崛起，新竹县政府农业处亦搭上时代的脚步，以新竹智慧科技城为理念，与民间业者合作推动智慧农业的在地发展，运用产销履历、整合性销售平台与各式的自动化设备，不仅让当地青农踏上回乡服务的道路，更也大幅改善农田的耕种环境。新竹县政府在107年就结合科技农业把富鸿网的那个科技在农业上面的应用不仅仅是应用在那个农粮的方面在畜牧方面都有这方面科技那个农业那个植入的一个痕迹一路走来，我相信可以对我们新竹县或是甚至对未来地球环境有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透过一系列的红外线体温测量及空气温湿度及光照度感测系统、土壤温湿度及酸碱值感测及自动化洒水系统的设置，不仅可减少畜牧养殖渔业的疾病感染及群体暴毙风险，对于农粮的天候农损、病虫灾害更是带来显著的改善效果，不仅解决了传统农业所面临的大量人力资源消耗问题，更也为永续农业的脚步带来了卓越贡献。我们富鸿网也是希望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资通讯的核心技术来协助农民，让他这个技术有所提升。在最差的时候，他的一个收成可能只有20%或30%，可是借由我们的系统这样的一个管控之后，他就又多了10%或多了20%的这样的一个收成。那其实如果有产量又增加的话，那本身作物有一定的系统帮他管控，他的品质也会越好，那卖相也越好。透过我们智慧农业 AI 脑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提前部署的动作，让农民知道说，我的农场即将会有什么样的病虫害会侵袭我的农场。那我们透过我们智慧农业 AI 脑，可以告知他们说，现在应该要喷农药或者是做一些预防措施来降低它的灾损。目前已经使用6个月了，像之前没有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我可能每一批蔬菜的产量温湿度没有控制好的话，可能会减少20-30%。而有这套设备之后，我的产量可以再提高20-30%，然后品质也比较好。像富鸿这套设备对我们带来的帮助实在不少。像之前没有这套设备的时候，我可能3-4个小时我就要回来巡园一次。现在有了这套设备之后，我可以从手机状况就可以了解我农场目前的情况，来决定我要不要回来看看这样子。我们动物性的废弃物能够做成我们有机肥，在从事我们叶菜店种植方面可以做施肥之用，也可以做呢我们鱼类养殖的一个饲料，让新竹市场成为一个小型一个经济循环的一个示范场所。配合富鸿网的智慧城乡计划里面，所有运猪车进来之后都会经过那台侦测器侦测我们所有进场的猪只它的体温，那如果发现体温有发烧的情况，它这个资料送入云端之后会回溯回来通知我们。因为非洲猪瘟的特征就是在发病之前都会先发烧，所以我们提醒那个饲主特别注意一下他们的猪只的体温。拥有资通讯与电信背景的智慧化系统整合品牌，不仅运用通信本业的优势，配合新竹县政府农业处的脚步，成功推动农业智慧化的营运方针，更也透过自身的销售平台搭建，帮助在地的农民拓展营销的轨迹，积极带动产官学研的跨界合作发展，为台湾的农业智慧化推动奉献己力，带动转型。使用我们智慧农业设备的这些农民呢，他都可以再透过我们的农复利平台去做销售，同时我们也整合了一些台湾知名的通路，那也让农民也可以透过媒合，然后借由这些通路来去做销售，也改变以往走这种传统的方式，那有另外的通路也可以打开他们另外的不同的这样子消费族群。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几年能够持续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够持续推广，因为我们有了平台，在所有的全省应该每个农渔县市每个农渔民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机会，可以将整个这个科技元素导入到各个层次去，那让整个的那个智慧养殖
鱼耕都可以 有很好的发展，那也可以让整个这个台湾的产业有一个很正面正向的发展。